姥姥进入大观园，这个是糖葫芦。那是啥呀？糖葫芦，你们拿好切吧。这个是它十块，少来是6块，这么贵啊？不会乱卖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到葡萄买的更加贵。哦 ，Omega 呢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building？ 哦，看一下那个吧，那个树，走，这个是山竹，对吧？这个以前叫沙漠街吧？沙漠街，对吧？这是 Omega， 走吧，对吧？你还记得这个？这儿有个喷泉，这儿有个喷泉，就是一个喷泉啊 ，fountain。你以前在这儿？哦，你看这儿熊猫，哥们，它那个是手可以伸出来那种感觉。哦耶 ，3D 的那种，都不应叫 3D 的，应该。那你现在要等那个？哎，你等一下，它有 panda 吗？要等那个。录一下吧，我给你录了。电影。站在前面，你要等着它才有。你要拍的广告一点一点放的。你站在那边前面去了，你跟刘妹去吧。我给你录下来。他现在是广告，等一会儿嘛。你站在前面吗？他不好意思了，给你搞的。我讨厌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在那儿耍？还有那个 fountain， 你还记不记得？就那个 fountain 呢、啊，就是有水冒出来那个。You can't remember.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Thank you. Some animals come out. 你把这个关了。I can't pose. 哎呀，我可以，你如果你发给我，我可以全部都弄一下。Delay， OK， 好吧，你来接。我想给你。你看。Oh, what happened?是前面一点嘛，我给你们进去啊。这个视觉，你看到它是摘了，摘了钱。你进去吧，你过去嘛，过去再往这里来。Oh my god！ 爷，快点。没事，你不用，你就看吧。Oh my god！ Oh, so cool.